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杨氏太极刀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学到了一个反撩啊，一个正撩，一个反撩，学到这里撩刀。那么下面我们接着往下学，身体略微右转，右腿向我们现在的右边上半步，上半步啊，半步，然后呢，把刀向后，刀背向着头，从后面绕过来，绕过来，左掌也到右边来啊，左掌到右边来啊，向着鞋子砍过来啊，缠头裹脑啊，右脚右步动半步，然后向后啊，向把一个袋子缠在头上一样那个动作啊，这样看，从这刀是这样过来的啊，后边啊啊，缠头裹脑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上右步向右迈半步，然后把左腿再向右边的前边迈半步啊，也就是本来我们的身体眼是看这边，然后我们看这边这个方向，这个直角的方向啊，这边啊，缠头裹脑啊，缠头裹脑以后啊，然后下一个动作，把右腿继续向后侧，向后侧半步，使这个两腿的距离加大，然后身体右转，左脚的脚尖向内扣啊，身体转向右后方，后方刀放在右胯的旁边，左掌再向前。好，我们换一个方向，大家看，它是这个状态啊，我们斜着看这样状态，我们要看这个方向是这个状态，看是这个状态啊，是这个状态。好，刚才是缠头裹脑啊，缠头裹脑，现在向后上左步向前上一步以后，把刀刺出去啊，刀刺出去，右左腿向前迈一步，然后随着迈步把右刀 刺回去啊，刺去。好，我们为了大家看得清楚，我们倾斜一点方向，那么倾斜一点，上右左脚然后刺出去啊。好，这个弓步啊，前刺啊。好，我们把它连起来看一下啊，迈右脚，上左脚，缠头裹脑，看着啊，上右脚，上左脚，缠头裹脑，这个刀缠过头以后砍过来，然后转身后脚尖，左右腿向后迈半步，刀拿在左胯的旁边，掌向前，然后迈左腿向上，刀刺出去，前刺啊，弓步前刺。好，
今天的杨氏太极刀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啊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啊，谢谢大家。